下会想到什么？哦，我知道那个地下街有爵士广场，那边常常在很多学生在练舞。有那个大镜子，对，双连站呢，其实离我们的中山捷运站很近，它是最短，在所有捷运站里面最短的距离，只有550公尺。哇！根据2019年7月的报告，很详细哦，很详细哦。那我们双连站的每日的运客人次是48667，哇！然后在所有的捷运站排名是33名，33，很厉害耶。好，那我来考考你们，你知道我们台北捷运站有几站吗？该不会是33？你现在是说双连站是最后的？我不知道。那路卡33。我觉得没有50站，没有50，48，48，太少了吧？你们会不会想太少？总共有131站，有那么多？那双连站很厉害啊，它击败了快100多人。对啊，它100多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来到双连站，主要呢就是要去它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夜市。没错，就是顶下夜市。来吧，跟着我们走吧。好，那接下来的内容也请留意。宁夏，刚刚想象一下，小青弹着乌克丽丽，一家一小。你着你的脸，大妈上面留言说我们是一个假借捷运直达这个名义来拍摄美食节目，没有，那我介绍给大家就是名义，对
我的口中喽。它会，它有鱼香哎、欸，就是它的后劲，它有后劲，它很软，对，就那种七岁的温暖，然后热热的七岁的皮肤，对，好好跟它皮肤一样，对对对。然后其实也没有很。那个就来到我们的游戏玩动环节。对，我们第三个不能太简单。嗯，我们现在先排好我们的顺序。好，小晴呢？
本的大阪烧有点不一样，但是这个也是很好吃，这个比较咸一点，这个比较甜，台湾人的口味。对，你知道我们真的心有灵犀。真的有比较甜一点，对，因为它上面的酱其实有点蛮多的，美乃滋吗？美乃滋酱，家人最喜欢加美乃滋的。你那个有很多菜耶，它虽然厚，但是它是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，就是它不会。有没有讲到你的点评？入口即化，入口即化。欢迎我们有想吃的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来到双连站的宁夏夜市，哇，吃了很多好吃的。而且是下捷运走一段路就可以到达的地方，超方便。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我们第一个那个铁板卷，我也是铁板卷那个，对。那你喜欢哪个口味？泡菜跟起司的那个，起司泡菜河粉那个口味，我觉得超级特别。那个河粉很 Q， 真的，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看。对，好，那第三呢？我最喜欢就是这个，我千辛万苦，经过了广东话，又经过了日文，ニコニコニコ、わかりました，然后才听出来的。开心的大阪烧，因为他喜欢吃酒，被发现了吗？好开心哦！而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晚上出来出外景，他一直吃东西。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行程，我们一起逛了夜市。最后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下一集也要请留意。